恭迎几位，我呀，师兄，我也能来。等一个，快点功夫的。哎呦，你要下雪，注意雪球啊！你要下雪，注意雪球啊！ 几位镖师，本人在此已恭候多时了。接下来，李老镖头规定的终点就已经近在你们身后啊！都芦苇荡，最后要把官银护送到芦苇荡当中，也就算是你们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了。好，芦苇荡里边是深不可测啊！哎，一定要带着您的官银，小心里边有诈啊！小心里边有诈啊！ 小心里边有什么？有炸，让他们先去了。等会儿看一眼，说有炸，我等会儿。有炸吗？他每次都说一半，总觉得有点什么不一样的东西。Come on。 来，你们见到本大王，别动脚了，什么？不是，你们是不认识我是吗？你谁呀？谁呀？真不认识。 是不是镖师啊？对呀，我们大名鼎鼎的水贼王都不认识。各位好汉，有话说话，你们什么情况？说说，吃不上饭了？你们。 要是能即兴的赋诗一首，我们本大王开心，没准儿我还能帮了他们。老公，一言不合就作诗啊！老公来呀！怎么着？好，这个，这人咋就那么帅？ 红衣配着蓝裤子，要说这人有多帅，主要看他脚丫子。耶！太没文化了。那你们那诗太 low 啊！你们那诗太 low 啊！啊，今天运镖很荒唐。 你们几个很嚣张，中国水贼哪家强？还得东北的水贼王，太有才了！放会吧，走吧。行吧，你走吧，我们走了吧。